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晚安。Hi, everybody. 晚安，浩毅。Hello, 天天。迫不及待想要开播的小青，我今天记错了，自己是九点开播，然后看了一下时间之后，发现是十点哎。在乱改时间啊，我就一直没有固定，因为有时候想要早开，有时候又在想说那天会不会有事。Hello， 小耳朵，你看我今天硬要戴这个，在刚刚开播前找到的头饰。Hello， 晚安。Hello， 思源晚安，阿哲晚安，七月晚安。大家晚安。这是 Daisy。Hello， 大家晚上好。Hello， 蛋挞。Hello， 自伟。大家晚上好。然后这个头饰跟我的衣服完全不搭，只是我刚刚就是开播前找到了，所以就想要戴戴看。晚安，嗨，嘎许，谢谢自伟的真情告白。Hello Daisy 的小情，谢谢你 Daisy， 这里是 Sakura， 有你 Sakura， 有你 Daisy。捷运直达哦，你看小黑黑，你没有写够，你干嘛每次都忘记够？一定要记得够，好不好？够捷运直达，现在就出发。本来要去洗澡，那你先去洗澡啊！那你先去洗澡，帮你把手机带去那个洗手间、浴室。Hello 小雨 ，Hello 杨雄 ，Hello 笑笑 ，Hello 小燕。Go 捷运直达，现在就出发。大家看过了吗？我们最新一集，现在已经第几集啦 ？Hello， 看了最新一集的 Go 捷运直达，很好笑。Banana， Hello， 早。现在是第几集啊？我看十四集了。第十四集，我们迎来了我们的第三次嘉宾。第三次嘉宾，虽然可能有些成员已经偷跑了，发了文，应该有些大家都知道现在是谁了。这一集是你们那天直播夜后校方后拍的吗？应该差不多时间。谢谢蛋挞的熏陶，有吗？其实我有点忘记，还是先拍然后再封掉，忘记了。谢谢好孩的告白气球。Hello， 大家晚安，晚上好。还没看，等等看。风很大，那天风超大的。茶杯好，晚上好。Banana， 我觉得超好笑的。现在瑞和的春，而且我明明就说只有一个形容词，然后越讲越长，所以我就想说什么东西太难了吧，然后很好笑，觉得就蛮好笑。我们根本不知道现代舞要怎么跳。今天的法裤好可爱，今天的法裤是刚刚要开播的时候突然找到的，所以就带大家看。你在演紫色的小兵吧。最后一小段的 MV 很棒，就是其实红树林站，那你叫什么来着？就是在云门剧场下面有一个，就是云门剧场其实也蛮适合看那个夕阳的，然后我们大概就在夕阳的附近，就。是夕阳的时段，然后我们一起算是大家一起看夕阳吧，就说顺便拍个夕阳这样子，以后说不定还有就是这种小小的
加入我们自己的东西多一点。云门，对，是不是应该看完再回来看直播？那我们今天就小小聊小聊就好，不影响大家看捷运。刚刚九点才播啊，大家赶快抓紧时间，有空就去看。我看一下你们现在的人，现在大家的留言，谢谢大家的支持。小心超可爱的，谢谢。跳舞的部分也太好笑了吧！平地跟班的平地，大家有懂平地的梗吗？平地真的很好笑。Go 阿小和一家强调，对，没错 ，Go 很重要。Go 捷运直达，现在就出发。Go 很重要。现在我不忍直视。轻轨，我很久没有，就是在就是影片里面就说到红树林的话，会想到轻轨嘛，就是我们搭着轻轨然后去了其他地方。那其实轻轨这部分啊，就是还蛮久没有搭，真的，就我应该也是因为我不是住屯门元朗区，然后就其实轻轨也没有到那么常见。然后我也是大概坐过两三次吧，去探望爷爷奶奶。然后轻铁、轻铁，然后就有点觉得哎，轻轨耶，好像有坐过的感觉。大家家乡有平地吗？就我觉得看到平地的时候就觉得蛮怀念的，因为毕竟平地就是因为我在红树林站那边有看到平地。Hello 草莓酱，晚上好。Hello 小薰 ，Hello 莫涵，晚安。Hello 微如，轻轨，哪边没有平地啦？啦啦啦啦啦啦！我应该要开音乐，好安静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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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超爱开玩笑的，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想到玩笑，我就是很闹。我今天很嗨耶！路面铁电车有路面电车，叮叮叮叮。路面电车的话，好像铜锣湾那边对有。你哪天不爱开玩笑？哎呀 ，banana， 瞧你这个法裤好酷哦，好酷哦，这个法裤好酷哦，哎、欸，很棒哎，这有那个押韵。谢谢文手里，谢谢有西西喽，大家晚上好，今天是星期四，然后。我本来是十点开的，但是有点早开了，吓死！哎呀呀呀呀！中环不是有吗？有啊，中环是一直到中环一直走那条路，好像到整条哎、欸、也没有，我不知道到哪里耶。反正中环湾仔、铜锣湾。是不是到台湾都有啊？我不知道，有点忘记。这集怎么会有一段口哈卡梅拉的感觉？严重怀疑他在说是在说路面电车吗？对啊，对，刚刚在说路面，对吧？好像蛮可是我不知道终点站在哪、欸，有点忘记了。晚安。严重怀疑品涵将电车跟轻铁弄混了，不知道。Hello 君燕晚安，那好像叫叮叮车，因为他走的时候，电车走的时候会叮叮这样子。品涵那一段是一家的时候，是一家拍的，不是我拍的。Koha 不是 Koha 没卡美拉，是一家卡美拉，怎么用？啊？
品涵那一段不是你拍的吗？哦、对啊，都是他拍，因为他是品涵的主拿人，GoPro 主拿者。他是 GoPro 主拿者，他是品涵男友担当。对，没错。但是没有没有是括号未承认，是没有，不是承认吗？品涵有承认吗？谢谢阿春说我的春，谢谢大家，拍得很美，因为他是 GoPro 主拿者，他是一家卡美拉。日本那边好像也是叫叮叮电车，意外的相同，那是因为电车走的时候会有叮叮的声音。是 Jenny 地城道都金雷地城都烧鸡湾，西营盘都烧鸡湾都跑马地，反正就南港岛，唔系南港岛，港岛线，港岛线，好怀念哦！我也是不太爱带搭电车的人，我就觉得。因为通常比较会去的话，通常是铜锣湾，然后湾仔、中环这样子。然后有时候我就说走过去，嗯，也没有到走过去，不知道哎，好像也比较少搭电车，提早了一点，提早了蛮多的。我好像今天有卷头发。我还在研究卷的方法，因为我觉得每次卷都卷的没有很好，而且。嗯，头发问题吧，然后很容易掉，卷度会掉。现在已经一整天了，然后它就这样，好小，卷了跟没卷一样。高雄的轻轨好像比较像路面电车。嗯，我觉得轻轨跟电车差在可能是车厢吧。车节就是轻轨还是哦，而且走的方法也不一样，就是电车是有线，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哎。然后轻轨再长一点，它不会像电车一样只是一个车厢而已，然后行走的方法也不一样。电车在台湾就是区间车，可是我还没有台湾的电车，台北有电车吗？没有吗？高雄跟淡海那个很像，轻轨就是捷运直达那一台。对啊，我知道，就是好像还没有在台湾看过电车。反正分得清，其实我觉得差蛮多的，轻轨跟那个电车，嗯，对，行走方法不一样，而且车厢也不一样。而且就是电车比较像公车，就是行走方法不一样，但是就是类似公车。路面电车轻轨也是有点像啊，嗯，运量就是车厢车节，好啊，算了，没关系，不用太探讨这个地方。啦啦啦！最近快要过年了，我们下次直播就一定是过年前了。大家做好心理准备了吗？做什么准备？做好过年的准备了吗？我看还有一二三四，我下次是。星期一，现在的火车只是称作火车哈。对啊，过年大家都放假，过年前会播吗？做好心理准备，准备吃胖一点，好可怕哦！我觉得准备什么？准备放假啊，准备过年啊。哦，可是今年又没办法，我今年真的是好想要去叫什么收红包，怎么说？倒来西，小孩子，我想要当小孩子。可是今年没有亲戚，今年完全没有亲戚，今年应该零。我已经做好要废一整个礼拜的准备了。可是我觉得，我还在我
还在就是筹备我就是计划我的过年行程，因为我想说我真的不想要就是我没有很想要飞。叔叔给你红包没关系，星期天量完体重过年就可以吃了，可是先要过完星期天，不行啦，还是不行。我之前回香港就是太开心，然后也没有到很开心，我没有到暴饮暴食，但是就是回香港见到家人就很开心嘛，然后跟朋友去吃饭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吃很多回来之后这体重就很可怕。谢谢红包，哇，谢谢，我也要耶，谢谢，可以包给小晴了。可以写新年贺卡给小晴。跟阿巧一样没办法回家过年哦，抱抱。哎，人生。谢谢洛丽的草莓，一起搞 banana apple。甘い香りがするメロンチェリーオレンジちょっと傷したくないそこに巻き込むぞどしへ私はアボカドアボカドじゃねえしアボカドでしいちごバナナアボダナナナナフーメロンチェリーオレンジ目と目があってんと太長了太長了。谢谢红包哇，新年的怀怀是怎么 先送红包是吗？谢谢哎呦对不起弄到你们了，谢谢小浪花，谢谢大头大棉，谢谢超哥的春。 Loli 说很喜欢这首歌，小青可以想一下新年贺词，新年贺词我想一下，扭转乾坤牛年行大运，牛变全亚洲。哥哥给妹妹红包应该的，谢谢怀怀，谢谢 Lucky 的草莓，谢谢瑞和的枫叶，谢谢阿华的春，牛油好吃，好吃，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瑞和的熏陶，那个不会念，三个牛怎么念啊？一叉，叉，奔向前程，三个金，心是吗？对。三个品，三个口，三个品，三个品呢？三个品是什么？三个品所以有九个口。口？啊？啊？三个品？三个品？没有，好像没有这个字，对不起。这 Japanese 的玫瑰没有三个品吗？是三个口吗？三个口是品啊。三个品是什么？三个品是什么？有三个品吗？有吗？有这个字吗？没有这个。嗨晚熊，嗨晚熊，我现在是晚熊的影片粉丝晚熊很厉害，三个品也太多口了吧，平平啊，不是，应该是口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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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个字，好吧，没事，三个品是那个选择题。打工开心，三个情什么真哦，不会念，三个虫三个云是什么，三个龙，有三个龙，三个龙怎么念，三个龙也太夸张了吧，三个品应该 读作成员后台休息室，蛮像的，小晴要变成仓颉了吗？仓颉太难。谢谢草莓，仓颉，我们学会仓颉之前，我觉得学到速成就好了。仓颉有点难，速成就是仓颉的简化版。
三个牛是奔，三个日金，小晴有三个日，哦没有，小晴只有两个日，小晴有两个日一个月啊，把月下面切掉就是三个日，三个日就是金，金就是亮晶晶的金，亮晶晶的金就是闪亮闪亮的意思，哇闪亮闪亮，国文小能手。谢谢。三个雷太难了吧，雷暴。三个雷怎么念，雷暴。哇很会讲，强行闪亮，哇这礼拜真的很嗨，这礼拜很嗨吗，每天都很嗨哦，每天都很嗨哦。今天的情绪很迷，就是有点晚，其实我今天蛮累的，我跟你们说，我跟你们分享一下今天早上起床，我因为我昨天晚上8点就睡了，很突然，我怎么会8点就睡，我就调了闹钟想说9点半起床，好我就调了闹钟，然后9点半起床，然后起床的时候突然觉得哇好想继续睡哦，然后但是又觉得哈，但是现在继续睡的话，那我明天要几点起床？明天睡太晚的话，感觉睡太多了。然后数一下，9点半，如果9点半开始睡觉的话，10点半、11点半、12点半、1点半、2点半、3点半、4点半、5点半，5点半就要起床了，因为我只睡8个小时，我觉得睡8个小时就好了。5点半，不然就是6点半、7点半，10个小时最多了吧？七点半起床这样，然后。可是我是8点半可以睡耶，所以如果把前面再算上去的话，如果我9点半就继续睡的话，从8点半开始睡的话，那就是6点半要起床。我想说哈，可是我肯定早起不了，可是睡太多会很累，不太好。然后我就想说，我就一直在犹豫自己要不要继续睡下去。后来我就想说啊，算了，就起来，就是晚一点再睡吧。然后就起来嘛，就是滑滑手机之类的，然后。做运动之类的，做一下仰卧起坐之类的，然后结果我还是一点多才睡，可是可能是因为就睡了1个小时，然后又有点睡不着了，就是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又没办法睡，然后就又变回平常的睡的时间，但是我还是调了大概9点的时间，想说9点要起床这样，想说九点要起床，然后。结果9点闹钟醒了，然后我就让他再，就是我赖床，然后让他再放个2次，然后我说好，9点半一定要起床，然后9点半要起床，应该是要9点半起床了，然后结果我睡，直接睡1个小时，哎，直接10点半起床，哎，我想说啊，什么事情？然后我醒来的时候，怎么10点半？因为我今天有事，我要出门，然后我想说，怎么办？欸，是没有到迟到了，因为还是蛮早的，事情在中下午，然后我就想说啊，怎么可以就是直接睡过头，欸，也没有到睡过头，但是我的标准睡过头，精神时光屋，身体太累，可是真的是完全没干嘛，放在闹钟那边想，不是睡得很不舒服，没有放在闹钟那边想，就是应该是自己醒来然后把它关掉，而且我都有醒来，是我自己想要睡回去的感觉，有一点是这样，通常撑不住想小睡都是睡很死，每次回笼觉都觉得时间过，对我觉得好可怕，然后我有一天我就跟一家聊说，我觉得以前的我就是跟他无关，因为只有我是这样子，我就觉得我自己变老了，感觉以前高中的时候被规定说，因为上课是8点，然后如果我就知道我8点一定要到学校的话，我就会就是我不会我想一次，我闹钟响一次我就醒来了，就是我不太会赖床，我是一个不太会赖床的人，就是闹钟一定叫得醒我。但是现在我会回笼睡，哎，很傻眼的，我觉得我是变老了，是变老了才会，就是现在就是对早起非常的不擅长。可是一家说他不会，所以我就觉得那好像是我的问题。
看得出奶。Hello， 没有变老。冰箱里太多卤包了吧？嗯，冰箱里太多卤包了吧？卤包哦，对，他们可能买了卤味，但是没有要用卤包。哦，那也太多了吧？可能就是那个老板娘，那个卖卤味的老板娘很爱给我们卤包，哎，你知道吗？是啊。对，他会抓一大把，然后丢进去。我是说不会赖床啦。我都是闹钟响就起床，然后在床上花个半小时，像是手机。对啊，可是我觉得欢迎加入成年人的世界。好吧，是啦。跟你一起喝水。好啊，欸，我现在有在看时间喝水。初老的症状，我才20岁。变老是反而睡不着，听说变老的人会起得比较早，欸，不知道。高中都6点多起床，现在回想真的很不可思议。我觉得这样比较好，我自己是没有很想要就是睡太多。小心都会设几个闹钟，一个嘛，几个什么，一个吗？我是现在会设两个，偶尔设一个，因为我觉得一个就够了。反而是越我有工作比较不会迟到，因为我自己怕，就是比较不会睡过去，因为我前一天可能会很紧张，就是可能就是我心里面会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明天有事情就不能睡过头，这种精神压力，然后第二天就不会睡过头。但是我觉得因为我是真的不会说闹钟就这样过，就是我一定会被闹钟吵醒。因为我闹钟放这里附近，哎，我其实我闹钟也没很大声，然后所以其实闹钟响的话我一定会醒来，所以最多就两个，一个没有听到，第二个一定会醒来，这样，除非我自己把它按掉。我闹钟设7个，哎，死线前1个小时开始，因为可能是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就是我设了，然后我真的是醒来，但是我自己把它按掉。对，一开始其实我也觉得，欸，就是睡醒之后滑手机就不会想要继续睡，或者是说你睡前滑手机你也比较不会睡着，就所以人家说你睡前尽量不要滑手机会比较好睡。5个不太够，你们也太难叫醒了吧？设一个就行了，设他，对，我也是，我觉得设5个的人要不要考虑，就是给自己一个精神喊话。首先你要确保你是。你要给自己一个意思是说你一定要起来，就是好，我想了我就要起来，就设2个就好了。然后第二件事就是把那个闹钟的声音调可怕一点，调进阶巨人主题曲这样。不然警报声我是设10分钟响一次，啊，可以持续1小时，好夸张哦。设3个间隔5分钟，睡起来把手机放到无线充电器上面，看到手机好开心，然后就起床了。然后另外一件事就是，不然的话你们就是被闹钟吵醒的时候不要就按掉就算，你就起来，就是整个人起来，然后你就会醒，真的，你们可以试试看。设小型 trash 之歌做闹钟 trash，把小型的 trash 或是 banana 设成闹钟，感觉就可以醒来了。晚熊大家的 trash 很那个，欸，啦哩啦哩啦哩啦啦啦，那是什么？谢谢告白气球的，谢谢综合喵喵的告白气球。Go away！ 我有把佩涵的闹钟设定每次都有被吵醒，是什么？等一下，我知道，反正就是加酒喊。哦，那个巨人第四集，我没有看《进击的巨人》第四集，可是我有知道一些小片段。久了就会享受闹钟的美声了。高中的时候还会打电话叫女网友起床，好酷哦！可是我们现在有些人也会需要 morning call。有时候就是我们练习比较早嘛，比较算是早上，然后有些人就是
有些人还是会睡过头，那每次打过去，什么东西啊？对不起，我现在来讲。最后一季了，对 ，final， 我需要小青的 ，trash， 中喵不是阿塔鲁什么阿塔鲁，忘记了什么给，neko，小青要提供这个服务，trash 吗？trash 吗？你们就去听那个 trash 啊 ，trash。要用力一点 ，trash。那明天就拜托小琴叫我起床，我的电话是909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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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算了，开玩笑的，我今天特别爱开玩笑，大家不要介意。如果隔天有大事，我会给。对，可是我不会比闹钟更早起，我也会给自己心理。我前一天就是我那天会特别难睡觉，我就觉得。就是脑中会一直想着说，就是明天有事情，然后明天要干嘛。如果是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事情，我就会更加好。明天要干嘛？首先要怎么样，然后怎么样？好，就是如果还没有，就是有点紧张那种的话，就会更加有点就是会紧张。我前一晚我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还是会紧张前一天，然后。有些人是到场才紧张，但是我就是前一天就开始紧张的类型。就算不是那种紧张的事情，例如说明天要去旅游什么之类的，我也是会这样子啊。明天要带什么？然后明天可以干嘛？可能很开心啊！哇，明天就会有点兴奋，然后又有点睡不着。我不是小学生，明天有事情，我会嗨到天亮，然后睡着，然后迟到。可是我不喜欢，对啊，我不喜欢自己睡不着的感觉，就是我会让自己赶快睡着。我应该算是比较不会失眠的类型，就是我还蛮爱睡觉的，就是让自己心静下来就好了，就是比较不会睡不着。但是也没有到那种很快就可以睡着的人，这样。出国前一天也会这样啊，超兴奋的。对啊，明天可以见小贤，前一晚上就睡不着，就是兴奋的部分啊。谢谢开心的枫叶，就很开心啊。睡不着就放阿小的录播，然后听着睡。你说我的直播吗？录播。我是没有睡眠障碍的人，我觉得这样很幸福。我也觉得，就是虽然没有到累了马上就会睡着的那种人，然后也不是说什么环境都能够睡的那种人，但是就是比较不会睡不着。我很庆幸大部分睡不着都是，要不就是前一天，就是有一次我拍 MV 前，我就是真的睡不着那一天，然后觉得好慌张，怎么办？明天要早起，就是那种心理压力，说怎么办？明天要早起，我又睡不着，那怎么办？就越来越睡不着，然后可能最后只，但是我还是会睡着的样子，好像，但对，最后我就睡到两三个小时，我就觉得很不满意。我自己是一定要睡够的人，因为我觉得睡眠指数很重要，可以边走路边睡啊，我也可以耶。我觉得小青夜班的角色也适合睡晴天。不行，你们会睡不着，你们会笑出来。能吃能睡，光是这样就很幸福。的确，平平安安也很幸福啊。谢谢建国的枫叶。都是在飞机上睡的吗？秋天不是都不睡？可是我觉得在飞机上我没办法睡得很舒服。就我觉得平坦在床上睡是最舒服的，然后在车上啊，或者是说在飞机上，我都觉得就算能够一是因为，例如说从台湾飞到香港，在香港飞回台湾的话，其实很短，我自己是觉得蛮短的，一个小时，而且通常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我就比较不太会在飞机上睡觉，因为我很怕睡过头。我很想睡的时候，我可能也是闭目养神，但是并不会真的去把它就是让自己睡着，因为我怕我自己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车上也是，我妈以前就叫我不要在，除非长途车，就是或者在一个安心的环境，我自己一个人是不会睡觉的，因为我就会看外面的风景，例如说计程车上，然后要看着司机要再去哪里，然后或者是说在公车上，怕自己坐过站，一定看着外面这样子。飞机睡过头没事，降落的时候，可是我会怕欸，空姐不会叫你，我反正我真的是不会，不太会。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反正就是后来去日本那一次的话，就是我知道旁边有人会叫我，所以我就有安心一点。这样，其他就是我妈叫我，就是搭交通工具就不要，就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没有到一个安心的环境，我是不会轻易在外面睡觉。出去玩回程的交通工具也是吗？通常这样子都很好睡，可是一个人的话就是就不太会。等飞机上，对啊，在飞机上来之前醒来。虽然飞机舱不好吃吗？我觉得很好吃欸，我觉得飞机舱很好吃欸，我很喜欢吃飞机舱，虽然是没什么内容，飞机舱不怎么，就是飞机舱其实没什么，就是没有到很丰盛，但是我觉得还不错吃啊，我每次都很期待欸，看哪一家。Fish or chicken 是没有啦，像回香港的会吗？返回香港台北的飞机舱有辣的，你吃过什么？现在只给小点心，真的假的？小点心的意思是什么？水果？飞机舱要糖吗？没有，我都经济舱，然后偶尔是欸，可是我有吃过，我有一次很感动，好像是长荣吧，我不知道，蛮久之前的，因为都已经蛮久没有搭飞机了，然后忘记是长荣还是香港航空，然后他给我好像是香港航空，然后他给我热的餐盒欸，我觉得超感动，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吃热的，就是热的，然后有饭，然后就是有点像便当这样子，小小一个这么大，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我吃到是热的。然后不然的话，之前去国泰，没有去过，就是有些不是，我吃过冰的，不是热的，就是冷食。不是他们，可是他的热是真的是热，而且是有饭有热的。然后国泰的话，就是他会给我一个面包吧，小餐包，面包那么大个，然后一瓶果汁或者是水，没了。然后，但是我觉得那个也蛮好吃的。我没有选餐点，就是给，都是都给，就是随便给的，就是经济舱啊，普通的。我有一次就很期待会不会有经济啊，因为我都是因为我不太会说真的很会订机票什么，随便每次随便订，没事，就是看时间，然后合理，价钱也合理，我就订这样子，所以。我其实因为一直以来都是我自己去处理，是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很会，然后身边都不会有人给我意见，所以我就是看然后我就订这样子嘛，所以其实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很会订，所以我不会，就是我不懂得怎么选餐什么之类的，我只要按经济这样子，反正我会了之后我就一直这样子嘛，然后有一次我就想说，因为我已经觉得好像反正买机票好像都会付飞机舱，然后有一次我就很期待说，有没有飞机舱，然后结果没有没有飞机舱，然后他说好吧，早知道我就睡觉了之前每年去香港都是热食，那很棒耶，我有就是不是冰的，就是不热跟
不热跟我有吃过冷面，我有吃过冷面。早知道我就睡觉了。选餐是上飞机后才可以选，为什么可以选啊？是因为买比较贵的贵的那个吗？机舱吗？位置吗？人家说为什么小婷突然不见？嘿，没有啊，哦，为什么？那为什么可以？比较长哦，长程一点。华航我也有搭过。是哦，没有也没有到冷掉，就是常温。有点干。小英坐飞机都坐晚上还是坐早上？好久没有搭飞机，我想一下。通常是，其实说起来搭飞机只要两个小时，但去机场再从机场回家 ，totally 也要总共可能需要半天，六个小时吧。也没有了，其实一二通关什么排队什么的，两个小时、三四五个小时吧，所以就会中下午，因为我自己也不想早起，但是我也试过很早回家，就看其实有点看价钱，一个小时飞机，一个小时多飞机，然后排队。每次都很多，因为我回家的时间通常都是假期啊，就是一定会多人啊，然后就排队，然后证件看就是叫什么，看证件什么之类的，然后还要回家放行李，等行李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试过很早五点出发，然后回到家大概十一点。10点11点，然后10点11点，你知道我第一件是干嘛吗？我回到我香港的家，然后、哦、对不起，我一直打那个桌子，然后香港的家，然后第一件是十一点回到家，我就是因为为了那一整天早一点回家，然后可以早点就是一整天比较有时间做其他事，但是我太累了，我回到家的第一件是我睡觉，然后睡到两三点哎、欸，睡到三点左右吧，我想说，那我那么早回来干嘛？我现在从内心会讲话，没有一家在按那个我的东西。乱晚上看降落者很，但我通常平常的话就真的看中午时段吧，中午时段回家，然后晚上回到香港吃晚餐，跟妈妈吃晚餐，然后回来的话应该也是中下午。下午通常都下午回去，就是我会把早上留一段睡觉的时间，然后拜托妈妈跟哥哥送我到机场，然后来个感人的拥抱，然后跟他们 say 拜拜，然后再回来的话大概七八点，然后回到这个，通常每次回家这里都还没有人，因为大家都回家，大家都回老家，真的，十八相守。哥哥会载你吗？怎么载？你说车子吗？他没有车，香港太小了，不是没有太多机车，什么脚踏车什么之类的，不然你就要买那个汽车，但是汽车我觉得有点不划算，一是。我哥只大我一岁哦，大家。然后二是，其实跟我大我一岁根本没关系。一是就是香港有点小，要找停车的位置，所以我们大概还没有说一定要买车的计划。可是我会想要考驾照，总有一天，加油赚钱。谢谢信伟的春，真的要一直找车位。开车去机场吗？还是住几天？七天。
没有车，年纪什么条件？原来是弟弟，他大我一岁。没有，他比我厉害，他真的很厉害。我现在有点，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看。如果我妈在看的话，不要跟他说，蛮佩服他的，因为我觉得他很厉害。没事，我以前不会这样想，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厉害。我说功课上，然后但现在我觉得他比我厉害。不愧是哥哥，他很会讲话，他越来越会讲话了，好好哦。日文也很好。对，凭什么？我才是日文系，可恶。所以就是叫什么同期竞争，同期竞争不是同期竞争，反正他那么厉害，我也不会输的。我也不会输的。哥哥有变瘦吗？没有。妈妈现在已经高，跟哥哥他最近都没有看我直播，应该都是不知道，现在应该都在没在看。哥哥厉害，因为不够宅，所以日文输的，应该叫哥哥。对啊，我最近在探讨一件事情，一家在就是家人会怎么叫你，一家吗？嗯。那叫你名字呢？叫我一家。然后叫你姐姐是名也是名字。对，但我叫我姐会叫姐姐，但是我姐叫我会叫一家，因为你是妹妹啊。对，她不会叫妹妹，她会叫一家。我都直接叫我哥名字。是哦，我不会叫他哥哎，就是某比较不会，他也不会叫我妹，可能太近了。还是我心里面没有认他。没有，我真的越长大之后越觉得叫哥哥很害羞，别扭，对，有点小别扭。不会，他不会叫我名字、欸、等一下，他不会叫我名字。等一下，他不会叫我，他没有叫过我。等一下，他没有叫过我。好，他要怎么叫你？他不会跟我讲话。是哦，他不会叫我讲话，好像不太会。通常是我找他，他不太会找我。好像一直也是这样，对，或者说哎、欸，他都叫刘啊，不然就是叫刘小青，他不会叫小青啊，他叫刘小青，但是我妈会叫我妹，她叫我阿妹，然后叫我哥，哥或者是。名字，哥哥或者是名字，然后叫我阿妹，就他我妈比较不会叫我名字，可是我觉得连名带姓的叫的话，感觉就是很，除非你的名字很好叫。永庆，对，可以再快一点。我景，对，我嘎，而且他们最近会一直叫我廖启。你敢用啊？为什么？不要乱用。喂，又之类的。他们最近又没有好好叫我名字哎，阿梅啊。然后我妹也会叫我肥仔，但是在我出钱的时候叫哥哥，这也蛮可爱的啊。他至少会叫哥哥哎。我觉得妹妹比较……哈，妹妹会叫哥哥吗？哥哥，哥哥。今天午餐让我为你打理打理吧，哥哥，午餐就让我帮你收拾收拾吧。哥哥，你这个人就让我帮你收拾收拾收拾吧。来踩，哥，最好是会这样讲话，哥哥，哎。妈妈，有一天我要说，有一天我就是很想要，就是人家说，哦，你怎么叫你妈妈？妈妈，好可爱啊！哎，我觉得普通话真的很可爱。妈妈，哎呦喂呀！哥哥，爹爹，爸爸，阿公，够了。
不要再讲了，我会笑死。刘晓庆，老蒋哎，我会笑死，点到好像，我都叫麻麻，二声麻是有很可爱耶，好好。可是通常粤语要怎么叫呢？嬷嬷，阿妈，阿妈，妈咪 ，daddy。是啊，不知道，我猜香港人是这样叫的。不然你要怎么讲？你也是叫妈妈，妈妈，妈妈，可是不会叫妈妈吧？反正我是叫啊，我很那个，我很婴儿，就是如果是阿妈，就是妈妈的意思的话，就是如果加一个阿上去，就是阿妈，阿妈，有点像阿妈，对阿妈，但是是妈妈的意思，对对对，但是我叫阿妹。阿妹，就是从以前开始，应该是很小的时候就习惯了，就是阿妹那个音不准。阿妹，阿妹，这样好可爱啊！我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子叫。然后有一次我就跟我妈说：“哦，楼到楼婆。”这也是一家的语气吧？楼到妈，妈妈，但是我爸都叫老爸，我是叫阿妹。阿爸阿妹阿爸，然后有一次我就跟我哥哥开玩笑说，怎么可能，就是怎么我们都没有叫过妈妈，然后我们说妈妈，然后我妈就笑翻，因为我妈是一个很爱笑的人。妈爸好可爱哦，我真的觉得普通话很可爱。你也要叫我阿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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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阿吉，欧阿吉是什么？欧阿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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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阿吉是什么？欧卡酱，欧卡酱，娘亲，娘亲，娘亲，人家也大陆。对，那爸爸怎么叫？爸爸，父亲，爹爹，爹。等一下，穿过来。对不起，耳机挡了大家。我是爹爹。爹爹，娘娘，哎，不是娘娘，娘什么呢？娘亲，爹爹，母君啊，是夫君啊，父君，母母，是念父君吧？好像是，印象中是夫君。夫君，嗯，父君，父君，嗯，爹爹。我看那个三三四，他是这样喊的。夫君，夫君，可是我听他是念夫君是丈夫。啊，是夫君啊，夫君。可是没有啊，我听那个三生四里面那个小孩是这样念的，娘，是吧？是吗？爹，是啊，娘，爹娘，对啊。那为什么爹爹是叫爹爹，但是娘是，也可以叫娘娘啊，娘亲应该是娘娘，好笑吗？我今天很爱笑，今天超奇怪的啦。他刚刚还在宿舍大跳现代舞，可能因为超奇怪的啦。可能因为昨天压力太大，我觉得怎么了？昨天在想到那个梗的部分。哦。今天释放压力是吗？有一点。昨天有个课题，然后我就想了很久。然后结果。根本不是我想的，根本没有用到你的课题。对，因为那我跟对，稍微有点对，释放压力。我今天去了趟公司，然后疯狂跟姐姐们开玩笑，一个姐姐而已，一直在那边开玩笑，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回去吃药？然后我说什么？好，我们说，我们下一站是拍台大医院。对，我们在聊捷运的事情。他说：“那我们下一站直接去拍台大医院好了。”他说：“拿药，直接去拍大医院。”确定不是药吃太多吗？有可能哦。水喝太多了、啊，大家记得给你们看我的喝水时间表。
大家看小晴的喝水时间表，每天写日期，刚刚也喝了，可以把它补上去。然后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我刚刚发现的，这样，就是我写这个时间表，但我从来没有在九点半以前起床。九点半也蛮早的耶。我这样、啊，我写八点要做运动，九点要吃早餐，但我从来没有在九点半之前起床。为什么要定时间？因为要多喝水。口渴就喝的话，我平常喝太少水了，就我不够八杯水，我想要新陈代谢。谢好一点，刚好就睡掉了，不用做运动。你才是需要 morning call 的时间，你不要喝到一半想分出来，这代表做完还是空的，就是我有预留这么大的位置让自己。你们三个月后再跟我说，我可能会忘记这件事情。时间表只是就是有做一些事情，比较可以让你提高你的就是动力，大家懂吗？那天写是写开心，对啊，反正减肥也是减开心的。如果不开心的话，就很难减。像是现在，就是卡关中，笑到肚子痛。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所以那张表每天有在更新吗？在2月3号开始，2月2号开始。下播喝一波，就 喝一杯水就好。我最近跟某人学的招是带一大罐水，就是带那个大大大的水壶啊。今天是sorry， 今天是你们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今天是你们终审发布会3周年，不是明天吧？哎，是4号不是5号。哎、啊，我忘记了，是哦，酷哎，酷哎，是最近哎，是五号吧？是4号哦，开大地震那一天，哎、欸，是4号哎，酷哎，是今天哦，真的耶，快忘记了，哎呀、哦哎，3周年哎，我们是终审发布，也就我们今天发布3周年，我也忘记了啊，终审发布会。就今天哦，对啊，好酷哎！老师，今天哇，对啊，那我们特辑来一个特别企划吧。突然，突然，特别企划来回顾一下。你看哇，刘小晴哎，我也忘记了，我是69号的家，2月4号的牌子。跟大家回顾一下，这是我护身符哎、欸，也不是护身符啦，就是搭飞机的时候要带的东西，要让自己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来。我就是为此而来，还有机票、欸，这是去年的、欸。就是回香港的，超多刘晓晴，二神的177号，对，二神的177号，然后第一次做那个作业的时候，不知道原来跟177号完全没有关系，然后就把那个177写在上面的部分。哎、欸，我一直搭飞机。哎呀，有镜子碎片，为什么有镜子碎片？怎么会有镜子？哦，对了，这个是镜子啊，它碎掉了。阿小纪念时刻，等一下，我刚刚没呛到。
我去倒杯水。我刚刚被自己笑到呛到了。好久没有清钱包，这不是钱包，这是那个放机票的地方。因为有时候我有点念旧，然后我就比较不太爱丢东西，不太爱丢，就是不太爱丢机票什么之类的。碎掉就丢掉吧，知道？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可能我刚刚才发现它碎掉了。哎、欸，这个是我那个、欸、这一张，大家，这一张呢是什么？哦，没有啊，这张没有特别的问题。我老说还以为是那是我睡过头的部分。有一次我睡过头，就是我回香港，然后我睡过头，然后就赶不上飞机，赶不上 check in 的时间，也不是赶不上飞机，没有待那么久，大概迟到了五分钟吧，反正他就关了，然后我就回不去了，然后我就想说啊怎么办，然后就反正就再付一笔费用，然后就那边的工作人员就协助我，让我尽快找到。机位，然后回家这样子，很丢脸哎，很丢脸哎，因为我那天塞车，我已经赶来了，但是塞车，然后他就说下次不要再坐了，不要再坐车了，可以早一点，提早一点出门。登机，对，悲伤的故事。应该是，这是什么啊？不记得了。这个是终审，这是去年的今天，不是去年，三年前的今天。那些机票是拿来纪念的吗？有一些是吧，但是我有一次想要把它清掉，这是我来了台湾第一次去的演唱会。不知道，就是好像是零一阿潘跟阿贝桑第一次跟他们出去，蛮久，9月30号，2018年。还有香港的八大通跟我的学生证。第一个艺人证也不是艺人证，哦也就 VIP 位置，就刚好有位置，才刚来，对，刚来没多久。学生证，小型的香港学生，可是不能给你们看，因为那个有学校的名字。不要偷买给卷筒给卷，想看照片，照片很丑哎，算了啦，不要。看一下，我戴眼镜哎。不要。十五，哦，我的学号是15，好怀念哦。此证可以做图书证使用。好吧，小时候都看过，小时候比较好看啊，不好看的地方。都被我销毁了，没有啦，不好看的电话才不会给你看呢、欸。我先把它通跟你往城里，我觉得好山把它通还真的非常有用了，包括有点腰围。嘿，我发香港人讲好山把它通怎么样？应该已经取消了个腰围。我觉得学生把那个悠悠卡八达通很有用，有优惠的部分。安安。Sorry.
像是我真的咳到我真的是有点问号。早上，哎呦喂啊！你想大专冇做就收翻成人，车资。八达通是什么东西？八达通就是悠游卡，会取消掉吗？会取消掉，我记得会取消掉哎、欸。我淘乐卡，淘乐卡，学生票上次回，哎呦喂啊！回台湾还能用，真的、哦。多喝水没事，多喝水没事，没事多喝水。不是，我是刚刚笑，我刚刚是你们要，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可以看回我前面我在看，大概15分钟前，我刚刚在狂笑，然后笑还是那种后吸。然后我就一直咳嗽，因为呛到。八通用完是可以退还，对旅客蛮方便的。悠游卡不行吗？可能看到一些想到他已经回去了，难过、哦。15分钟，咳嗽 out。但能用，但毕业之后会变得不用。还对，这还可以用，就是你不用换，你想换的话也是可以换，但是我的学生。就是八达通学生卡还是可以继续用，只是你就会一直看着自己的照片。噔噔噔噔，没机会退，要配温开水。赞啊 ！Hello 北原神推，谁叫你一直笑又不稀奇。遲了一個禮拜續證，被人收了一個禮拜，請一次用錢到看到自己的學生證。可是我覺得有一個事情就是我覺得台灣的1280真的很好用，我自己是覺得非常的受惠，是叫受惠嗎？非常的受惠，就是只要付1280，然後你就是任用那個悠遊卡，那我覺得哇好棒哦。就是他有人解釋過，就是如果你一天，如果我是每天都上学上班的话，我就一定会用超过41块的话，好像就可以，就是就很优惠，很值得。购物节日它更新了，对，没错，你看了没？看了没？素，那个是怎么念？牙素？什么念？怎么念？对不起，我是一个笨蛋，我们笨蛋。很可惜，很多政策都直线台北，就觉得很方便。亚亚素，那你赶快去看亚素，真的蛮方便的。只有周末会搭到捷运，那就不需要。对啊，就是看个人。就像是我这种很常会搭捷运的人，我就觉得，因为有时候其实搭捷运比坐车快，看那个交通状况。而且1280还就是公车也在包括在内，当然是就是公车、捷运还有U-bike， 对，要有看有冇话几耐唔用会被暂停。好像没有，悠游卡有吗？悠游卡有说很久没用会把它卡掉，好像不会耶，还可以骑30分钟前免费。对啊，骑脚踏车很方便耶。U-bike 很棒。我之前说，因为看那种漫画，我就觉得就是我很憧憬踩脚踏车上学，但是香港比较没有脚踏车这个，就是。我
城市比较不太会看到有人踩脚踏车。悠游卡不会有过期的问题吧？好像不会。就觉得很方便。对，如果你今天不会骑车，但其实香港也不太会有人骑车啦。披萨哈之类的，麦麦送之类的，欢乐送。喜欢骑脚踏车，其实我也蛮喜欢骑脚踏车。少女情节，悠游卡不会过期，不会过期，但是几年没用要先加值。动漫的话是直排轮，直排轮有点太那个了，太酷了哦。谢谢告白气球，谢谢熊熊。高低差的感觉，就是路比较窄一点吧。可是香港的交通非常方便，就是我自己是觉得啦，就是公车都有到。说公车其实是巴士蛮完善的吧，我自己是觉得蛮完善的，不然小巴，然后捷运，所以是地铁这样，然后还有船，船，还是有大平地。小金喜欢骑滑板车吗？滑板车我没有骑过哎，我没有骑过滑板车。我以前也是蛮羡慕有些孩子有滑板车的，可是我有踩过直排轮，一点点，说平衡感还不错，这样超想去香港玩的。等疫情好一点的话，欢迎到香港走走看，好想再去香港。希望疫情结束的时候，小新就有机会跟小迪一起回香港，然后一起回香港有活动之类什么的，然后大家就跟着我们一起踩点。真的是心愿耶，愿望。首先希望疫情赶快结束，这样子我们才有机会可以到不同的地方。台湾玩滑板太危险，可是我看到蛮多人会滑滑板耶，就是蛮多那种滑板场的。Go 接机场捷运，感觉很棒，真的。请务必丢出地图让我们踩点。小迪还没有跟你一起回哦。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一起有活动回去，可以不管疫情直接去，我不怕，我怕就是叫什么，保护疫情人人有责，就是今天大家就是都安全一点的话，想必就是不会，就是跟怕不怕没有关系，就是反正就是大家都做好自己的责任，防疫的部分的话，我相信这个疫情很快就可以结束。那结束之后想去多久就多久啊。我是一个人上学坐地铁，放学坐巴士的人。上学坐地铁上班，那就还不错啊，好酷哦，我都走路。我真的没有搭过交通工具上学，我就觉得是我人生最大的遗憾。因为我从小到大，幼稚园、小学、中学我都在家附近，就是可以走路过，虽然就是时间不是问题，反正就是可以走路到这样。第一次去香港是要去转机，我也期待你们能够尽快回去。没有错啊，对不起，又碰到那个了。不是保护疫情，我刚说什么？怎么保护疫情？我讲什么东西？保护卫生，我刚才讲什么？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国文很差，想法没办法直接讲，反正就是。叫什么啊？我本来想讲什么啊？没关系啊，你们懂就好。保护人民，防卫啊，防卫疫情吗？我不知道我自己讲什么。好啦，反正就是大家就是做好自己的责任，对，防疫吧，对啊。
意识到就好了。对香港印象就是机场的人员说我们香港检查都是很严格的，对香港印象就是香港人员说我们香港检查都是 很严格的，真的、哦、好久没有回去，做好防疫就对。对啊，而且我是希望赶快结束的话感觉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就是现在这样大家都辛苦。然后也很想要就是参与更多的活动啊，所以我们现在还要戴口罩。现在是到15分吗？差不多差不多，看情况。其实我刚刚有人说我没有跟小迪回去过，我有跟小迪回去过一次，然后因为我会很想念我家人，然后我都会叫就是如果他们有空的话我就叫我家人来接。然后有一次我跟小弟回去，就是我们真的一起回去，然后对跟他一起回去，然后我妈就来接我，好像是吧，好像是。然后就是我妈就硬要跟小弟拍照这样子，然后就拍了很多照片。就是我妈很爱开玩笑，我妈很爱就是好好笑。他说要不要帮你们拍照，我们说不用了啦，机场有什么好拍的。然后我妈就硬要跟小迪拍照，然后拍完照之后他说你跟小迪要不要拍照，我说好好好。然后我跟小迪又在机场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就因为我那个时候很想吃钵仔糕之类的，然后他就送了，就是他有帮我买，然后真的很好耶，我妈超好的。然后他也送了一些给小弟，然后我们就一起回去这样。妈妈是喜感，没有，她就是很开心，她是很喜欢朋友的人。情敌最高。如果来台湾的话，感觉会像。其实我妈有来过一次台湾，然后那一次也是，好像也是跟一家吃饭，一家私语。吃饭，然后也是很开心，然后就他很爱拍照，他就觉得我太少拍照。那以前也是很常逼我跟哥一起拍照，然后对，妈妈我可以跟你拍照吗？看他，天下妈妈都一样的。每次领养我都会特别想要去买带回啊，我妈也是这样说，她说你可以带回台湾吃。谢谢开心的枫叶啊，我按到你。你要改名称是双小组合，情敌啦，双小组合、啊。你要告诉他，现在安妹很会拍照，安妹很会拍照，不代表安妹很会被拍，要还是要看那个拍照的人。谢谢告白气球带打他哒啦啦啦啦，小迪琴，谢谢 Steven 的文手礼。我妈这次很开心的，我要跟她学习。小琴会跟哥哥拍照吗？不会，她不爱拍照，她每次拍照都在那边怎么这的。之类的，然后之类的，反正就是扮鬼脸。双小组合是伟大的队长命名的，好啊，你们喜欢叫就叫。真的很丑，所以不想跟他拍照。哎、欸，他真的不喜欢拍照，他自己本来就不喜欢拍照。哎、欸，自己的妹妹耶，谢谢熊熊的文手礼，然后。对啊，可是他现在比较不太会说，就是不要拍照什么，因为我妈有时候会做过头。谢谢信伟的麦克风，就我妈有时候会做过，就是拍一张。我们有时候我们小时候就有段时间没有很喜欢拍照，然后但是妈妈都说要拍了，那就拍一下吧。然后出去，我们家人一起出去，然后可能说，哎、欸，你在那边拍照，然后说，哦，
好吧。然后说开心一点，就不开心嘛，就不想拍照嘛。然后妈妈就一直想要拍，然后一直拍，然后就说啊，再拍再拍再拍，然后就拍很久，然后就有点生气。然后我哥就是会，我哥就是很拒绝拍照，然后就说不要拍，这样子。然后到现在他都没有很喜欢拍照，然后我现在就是还不错，还可以。女儿那么可爱，当然很想要一直拍啊。没有啊，她就是很喜欢，就是拍照。谢谢守护灵，而且她真的是拍了一点都不好看，她真的拍了一点都不好看，就是，不知道，有点像，可能是真的想要记录，但是有点像。有点像想要用好这个手机的功能的感觉。女儿跟儿子都很可爱，他不可爱，我哥不可爱。哥哥现在一定很想要跟他小拍照，没有，他没有很想要跟他小拍照，他却没差。还是嫌不好看，小偶像哎，他觉得没差，对他来说没差。现在手绘，可是这样也很酷哎，因为我哥对偶像完全没有兴趣，然后。对我们也完全没有兴趣，只是因为我妈很在意我，她很担心我，因为她就她的心肝宝贝在这，她的心肝宝贝在不在她身边，然后她就很在意说，你最近怎么样啊什么的，然后我也会打电话回去跟她报备一下，哦，最近怎么样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是她就像我自己可能。就是会讲很多，就是因为跟家人嘛，然后她就会开扩音，然后。就是家人都听得到，但主要还是我跟我妈在讲话，然后所以其实我哥也听得到，然后有时候我妈就说，哥哥你就是讲几句这样，然后他就会开始，他就可能不太想讲，但是他要讲的时候又讲得很中肯，所以我就觉得我很佩服我哥，因为我觉得我哥也是很中肯的人。那小的哥哥喜欢 NBA 的球星吗？没有，他也不是运动型的，他是。宅男，他是喜欢游戏啊，或者是游戏，或者是什么 YouTube， 不知道。肥宅哥哥很有爱的家庭，还蛮有爱的，很开心。年纪差不多的兄妹相处好像都是这样，是吗？其实我没有很懂，因为我觉得他不够，我觉得他不够爱我，因为人家不是说哥哥会很疼妹妹吗？我怎么都没看到哥哥会疼妹妹，就是他没有特别疼我啊，就是普通，就是有点像同学，说真的，然后他又没有很在乎我，然后。但是因为我身边的朋友的哥哥都是比较大，他们就不会那么近啊，通常都是大几岁这样子，然后通常都是大几岁这样子，然后我就不太懂说到底这样他这样子是算很疼我妈这样。眼睛旁边有一颗痣，对，还是这边，这边好像有沾到东西。这边有一颗痣。那哥哥会吐槽你吗？他比较不会理我。今天怎么？等下他知道之后，他等下知道我在直播讲，他会不会觉得干嘛讲我？我妹妹现在人在日本，但我们感情也很好，不会挂在嘴边。我觉得我跟我哥没有到感情很好，但是还不错，这样子，疼在心里。他不。好，算了，没关系。这就是兄妹，大家。爱子擦妹妹水，我觉得他真的没有默默关注，但是因为我自从某一次之某一就是前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我有一点就是觉得好像不太就是报喜不报忧这样子，然后就没有到很爱打电话回家，然后后来就是觉得好像不打的话，他反而就是我的家人并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因为我们是
比较已经到了不同的环境，他不会，就是如果隔太久打回去的话，他其实会不知道我现在的状况是什么，然后我跟他讲的话他未必了解我最近在干嘛，所以我后来就比较常打回家，然后我也觉得就是我会想念家人，然后也会觉得家人是非常，就是可能朋友是一直会在你身边，但是家人真的是会一直就是默默的守护着你，然后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了解到家人的重要性，然后就很爱打回家这样子，然后为什么讲到这里这样子，哥哥在背我，他不会，他真的不会，然后他们就真的是很就是我觉得离开了家才会觉得真的很疼，因为我以前也会很常发脾气，例如说为什么，就是很常会发说妈你一定喜欢哥，就是你一定会比较疼哥多一点，就是为什么就是你都只疼哥一个，然后哥又说你都只疼妹一个然后他跟我发脾气，他说就是不然你想怎样什么之类的，不然你想怎样这样，先拜拜拜拜佩君，晚安。 Family always first， yeah， 都在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太理所，然后所以就是反而离开，就是离开身边之后会觉得哦，妈妈很辛苦啊什么的，比较强烈的感受到，例如哎，再加上说就是自己要养活自己的时候，就是知道就是所有东西都不容易啊，也或者说自己要打理自己啊，然后吃东西啊，然后吃东西啊，收拾啊，然后起床没有起床，我一直都没有看我妈的，对，然后之类的，回家的各种事啊，生活什么的，现在都是自己处理，然后当然有时候就觉得哈，我就如果我现在在家里的话，就是我妈一定会帮我做很多事情，那一方面觉得好想念妈妈，二方面觉得妈妈好辛苦，就是会这样子，感觉会跟爸爸聊天互动吧，爸爸会啊，可是爸爸也是比较爸爸是比较不知道不知道该怎么讲，爸爸是疼在内心，然后他讲的话很讲的话很只有挺不会踩，就我爸很爱我这样，我爸很爱我，然后他很无条件的支持我嘛，可以这样说，对，他只会说你加油，不用想那么多什么之类的，但我妈可能会比较就是只因为我跟我妈聊的比较多，我比较喜就是可能比较黏我妈，然后我妈就会就是讲很多细节的话，或者甚至说有时候跟我讲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我爸就是无条件的支持我这样，爸爸害羞，哥哥吧，哥哥就是讲中肯的话，中肯的爆，我真的觉得如果你说我妈比较爱我还是我哥的话，我可能不太知道，可能我猜是我妈最爱的是我们三个人，就是我跟我哥跟我爸，他三个都爱，就是他是一个很棒的妈妈，然后我爸的话，我觉得我爸一定比较爱我我爸一定比较爱我，我爸一定比较爱我我然后我哥吧人家跟小晴多多学习，这是离家后就会比较有感触到的事情，这到底在争什么，就是因为我也很爱我的家人，从我不知道现在有点记不起以前的自己了，但是现在的话就是真的很爱我家人，以前还是比较
叛逆期、青春期，比较爱闹，就是情绪也不是情绪不稳定，就是我会在想，哎，我就想很多，就是想说，嗯，今天为什么我妈没有听我，怎么之类的，为什么我爸要跟我吵，怎么之类的，不会想，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我爸不管我，我还是比较开心，对，然后现在就觉得，就是大家都很爱我。特别是我觉得真的是离开家之后，除了因为知道就生活不容易，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真的对我很好，对，我真的很幸福，我一直都觉得我很幸福。像以前还在香港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我真的是蛮幸运又蛮幸福的人，这样。然后来到台湾也当然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是会忘记，就是努力打拼，然后可能就忘记了。会不会啊，不知道会不会忘记家人，但是反正我是觉得后来发现就是家人就是一直都会去支持你，就是虽然朋友也很好，当然我也很喜欢朋友， 我是一个超爱朋友的人，然后但是我以前也是在香港也是超爱，就是跟家人生活的时候也是超爱朋友，就是我觉得朋友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到现在也是，但就是家人也很重要，很多人努力打拼，但是忘了为了什么。我爸只会带我妹出去，现在也会觉得家人好烦，但听完小晴这段话之后会好好检讨自己。我觉得要先想一下为什么会觉得他们烦，因为其实我也会觉得他们烦，就是我也会跟他们发，我到现在还会跟他们发脾气啊，但是就是发完脾气之后，就是我觉得到头来还是因为太可以说是太熟嘛，反正我们不会因为这次发完脾气之后就真的绝交，永远不讲话，然后你也不会战战兢兢的想说我那个朋友我这样发脾气他会怎么样，因为我觉得你虽然不一定啦，每个人看情况不一定，但是我就知道他们会，但我觉得这样想不太对，但是我知道他们一定会原谅我，因为他们觉得我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也会道歉，我也会跟他们说哦对不起，这边有点太骂太重了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妈也会想我可能刚吵完一两个小时，她有打给我说啊你最近啊不是说那个什么比较冷啊有没有穿衣服啊，我就觉得哦我妈我爱你，这样其实基本上都是因为太关心你，我觉得有时候会觉得就是管太多会很烦嘛，但是就是反正没有在吵的时候，你回想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就是家人很好，其实真的很好，一直在你身边，所以就是有时候就是你虽然觉得烦，但是就是真的看一下你的语言的运用，就我现在会比较小心，不想要讲太多自己后悔的话，不然的话吵架真的很不开心，不喜欢跟别人吵架，就是可以选择一下不要讲得太过火，然后也要适时道歉。反正那时候还是很烦，但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不理你，不理你。对，漠不关心才是最恐怖的。烦的时候，真的受不了。不过也可能是太爱家人又舍不得吵架，所以烦。大家的状况都不太一样。但我觉得就是状况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真的不要讲出会让自己后悔的话，所以讲话，因为我觉得多亲的人语言都还是有力量的，包括无论是家人还是你跟朋友讲话还是你跟就是网路讲话什么都好，就是你跟一个人的对话，就是语言还是有力量。今天我跟你讲话，我第一次跟你聊天，你跟小晴聊天，你可能觉得哦小晴很好，然后但是小晴的语言里面没有标点符号，你自己也会觉得哎小晴怎么那么冷淡，我以为小晴会有很多表情符号什么什么的，但是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好好的用字，就是不然伤到别人，我觉得
我会过意不去啦，所以就是希望不要就是说出一些会让自己后悔的事，特别对家人，因为虽然家人是感觉是最接近会无限原谅你的人，是最比较接近的，因为大家相处对就算感情多好，我们还是有血缘连在一起的关系，就是家人嘛，家表情很重要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好好说这样很沉重吗？感觉小晴很难说出很重的话，感觉以前比较会，就是以前比较会，不是很重，但是不好听，就可能吵架，一定会吵架跟家人，然后或者说因为我很受不了在家里吵架，然后我就会硬要顶嘴，但是你知道吗，我是一个没有理论的人，就是你看我讲话多不好，会讲到什么保护防疫，不知道讲什么，就是我讲话不好，然后有时候没有论据，我哥就比较会讲话，然后没有论据但是又想要赢，然后就会靠大声，什么为什么没有之类的，现在就觉得好好讲话比较对，所以我不爱跟别人吵架，因为我没有论据，而且我还会卡词口胡，对，我会口胡卡词，所以不要吵架，我就长大之后就不爱跟别人吵架，特别在家里可能还会跟家人吵架，因为没差就是我说我口胡没关系，但是在外面吵架一定弱一半了啦，但是我可能是因为我是最小的，然后他们其实真的，我后来就觉得他们一定很在让我，他们已经很让我了，然后我也会讲对不起，所以没有论点会被打吧，没什么，因为我们家人也很就是也没什么论点，所以没不能跟我哥吵架，不能跟我哥吵架，我不能跟我哥吵架，我被踹死，就是被语言攻击啊。回不去，顶不回去。多练如何打嘴炮全民，太难了。我怎么会来吵架啊？哎，试试看，你们要不要来跟我吵架？我不太会跟我妈吵架，除非她把宗教东西强加在我身上。妈的 trash！ 我现在是家里第二大，可是哥哥不成熟，所以压力在。那么可爱，可爱。这。绝对会跟你吵架，我不知道，我一定会输，我一定会输啊！来来啊，赶快过来训练我，赶快来训练我，才不要浪费钱跟吵架。要吵啥？不知道，不知道。不要，大家用我刚刚讲完了，大家用词要小心哦，不要伤害到我，我很怕，我很怕你们认真吵。我一定会赢，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办，很着急啊，怎么办，吵不赢怎么办？用七秒吵架，这种要求，好，没事，我可以的，我做好准备了。你可以用粤语回，你打我，你打我啊，打我啊，这样吵起来会被工作人员。应该不会吧，我就先跟工作人员说我们可能会吵架，会有点口角的部分为什么会从小晴列出来的你都很凝重，怎么办，刚刚小晴好像接不上，怎么办，我要改变策略吗？嗨小晴你好乖哦，你好乖啊，小宅小宅我们可以一起当羊，我们可以一起当绵羊，咩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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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太懂的话，可以去，就是粤语，大家很爱吵架前就很爱讲什么什么的意思，什么的粤语就是咩啊，就很像羊咩咩，咩啊咩啊咩啊，你讲咩啊？
妹啊，妹啊，妹啊，你们可以过来跟我妹啊，我就说你呆哦啊，那你就说手宅，然后你说，然后我就说你才是雷在手宅，怎样？对，就怎样，妹啊，一直排队才，不要妹扑都好，怎样的意思？哈，妹啊，哈。然后我们就会，因为 Maya 的怎样，你回我，我回你 Maya， 你也可以回我 Maya， 所以我们就是可以一直 M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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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a。那个老头。那个二楼道，你骂我也听不懂，就是不算骂啦，这算骂吗？大家，这是不是还好？不太好吗？这是养吗？快十一点半了，半嘞，拜拜拜拜，妹啊，感觉是你叫妹妹，对啊，就是养妹妹，妹啊。你大我，你大我，你大我，哈，哈，哈，那种什么小混混抖法？哎，我今天穿的那么气质，干嘛要做这种事情？傻眼嘞！好，欢迎大家来。欢迎大家来握手会，握手会，合照会，合照会，你们是忘记买票了？合照会，我们教主服，大家赶快来加冕！我的握手会第十二部，就是我的 B， 还有热卖中吧？是吗？是热卖中吗？然后欢迎大家来跟握手，然后合照会呢在13号。那20分钟前还在感谢，现在来吵架，还在等年终啊，家族，大家不要忘记哦。2月22日，现在已经跨踏入二月了，大家已经踏入二月了。2月22日就是最后喽。哦，握手会址哦，握手会址33，谢谢大家。想一下好了，那我们来想一下，如果满的话，第三步要干嘛？嗯，要干嘛？快没了，好开心，谢谢大家，欢迎来找我吵架。还是来一张不良少女，如果我满不的话，就来一张不良少女，然后大家就过来跟我吵架，怎么样？妹啊，奇妙，怎么样？哎呀，不错哎，要不要？不愧是 Loki。大家朋友来握小情，耶、yeah, ，好开心！希望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加开我就再去找 CD， 这样子怎么样？我真的很想一波帮我取嘛，好啊，等你的老影，不要浪费钱，开一波来吵架，不然也可以就是，对啊，不知道哎、欸。还买，我还有什么看？大家想要看什么？水手服那种不良水手服，制服的抵抗，加开就制服的抵抗，加开就制服的抵抗。舍不得跟小琴吵架，我才不跟小琴吵，好吧？好吧，那我自己跟自己吵，那我来找你们吵架啊，很酷哎、欸！不良水手服要露肚肚，不要，想要再特别一点的，好，那我想想哦，嗯，特别一点，大家看到天使尾巴，天使尾巴也太不方便了吧，天使尾巴也太不方便了吧，好，那我想想，先退掉，拜拜水手服。
那我刚刚想到一个很好笑的，那加开的话就《冰雪奇缘》加开的话要不要《冰雪奇缘》？我去买 Elsa 的服装。不要，我开玩笑的，我开玩笑的，不要认真好吗？哦，不是，是满布，满布吗？就是那只鹿，很好笑啊。嗯，今天是台湾人帮我生日，我管他，没关系。听到你的留言就很开心。好，那我想一想，应该是满布，不是加开。漫步，所以一定会满吗？嗯，合照，合照是叫，然后啊，那要干嘛？雪宝，你们想看雪宝？你们想看雪宝？你们想要看什么？我没有说是雪宝，我没有说是雪宝。大家给我一点建议。普通好看的。30张一定可以。那再想一想，下次再说。嗯，合照会，反正就是大家多多期待，多多支持。但是不要讲给你们惊喜，是哦，你们想要惊喜哦。怕你们，我真的觉得很难提耶。而且我这样子一直玩下去，会不会之后就没梗了？之后就只能就师傅。那你们看我师傅怎么样？不要惊吓都好。那就看情况咯，说不定是私服咯。其实私服也蛮好的、就是可以穿自己喜欢的衣服，然后你们就可以看看我喜欢的衣服，平常的衣服。你们怎么那么棒啊？就是你们怎么那么没有让我没有压可是你们这样子让我没有压力，我会在想我会一直在想你们想要看什么、我会一直在想啊，我就想要让你们看看，就是不是看看，就是想要让你们就是哇，小新今天唱很酷这样子什么啊？你们怎么那么奇怪啊？你们不都在就是别人就是什么谁谁谁隔壁其他成员说，隔壁成员说，唱那个很那个什么角色，好，那边你们在干嘛、可悲是，你们在干嘛？你们怎么让我没有压力啊？那我穿师服啊。然后我就穿一个 Elsa 出来 ，Let it go， Let it go， 不然我唱《鬼灭之刃》哦，《鬼灭之刃》哦，魔冷不冷找 MK 木了，MK 木都给好啊，给我看肚子，说明那个桌子到这边就看不到肚子啊。那我超喜欢你，可恶。你又不穿啊，你又不敢穿吃什么？你到底是什么啦？不懂你们我不懂。好啦，是吗？是这样子吗？就想要你们开心啊，毕竟是我们一起的时间啊，我们一起的时间啊。好啊，好啦，上次不是要穿的很像教主样的，那个是合照会。这只能好吧，
好啦，好，那我自己想，不问你们了，我就自己想，我就穿私服给你们看，我就穿 T 恤牛仔裤哦，大家 T 恤牛仔裤可以吗 ？T 恤牛仔裤你们开心吗？没关系，不用，没有逼你们，我就随便聊聊。可以，你们说的，你们说可以的。我不穿裙子哦，我穿牛仔裤，长牛仔裤。真的假的？那你们就慢慢想吧，我已经想好，好了，我已经想好了。你们不用再问我，我不会告诉你们，我不会再告诉你们我是什么，你们就自己期待，你们就自己期待。来啊，来啊，有本事就买握手券，买合照券，看我穿什么。买握手券，买合照会，合照会就决定了，因为你们说比较想要合照，可是我先说有可能失败，就是如果。我现在还在调整，就是教主服的部分，然后我还在调整，如果不行的话再跟你们说，就是可能会换主题这样子，但是你们可以做好准备，合照会过来给我加冕，合照会买起来啊，合照会很开心欸。还会有失败的吗？就是还在调整，因为可能会有点因素，我在看的东西还有一些因素，然后如果那些因素没有处理好的话呢，可能就要换一套，就换一个风格，也不是叫换一套，就是我现在心里面有两种风格，大家想也想到可能有两种风格，对，你就看想猜一下小青会去哪一种风格这样子。加冕加起来，欢迎叫你身边的大家朋友一起来加入教徒的行列，合照会在3月13号的第二部吗？我看一下，回想到女王，那就是平民。哎呦，对吧？二部对吧？对，第二部合照会，第二部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小晴的3月13号合照会第二部，然后这次会那个穿教主服，然后跟大家帮大家加冕，然后当然也会欢迎大家过来跟福德玩，跟福德玩，或者是顺便跟小晴 say 个 hi， 跟小晴一起闪亮闪亮，跟小晴一起比爱心，欢迎大家来我的合照会，欢迎大家成为小晴的教徒，从见习。我还打到超白痴的，见习教徒开始也可以哦，笑死欸，我居然会打到白痴，我真的可以不用那么，我真的很讨厌这样子自己欸，就是为什么可以那么的，就是每次讲这样很丢脸的，大家懂吗？这样很丢脸，好吧，没事，我就是一个尴尬的人，我就是一个丢脸的人哦。怎么可以每次都在那边太激动，太激动就会碰到那个手机，碰到那个手机它就掉下来，掉下来就是哦，很烦欸，生气。我怎么每次我觉得这样子？好，算了，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欢迎大家来合照会跟小青玩哦。第二部，然后再来就是3月14号。14号的第12部，这不是预录哦，大家，这不是预录，这不是预录，刚刚掉下来就看出来，这不是预录，全部都是现场的。最后一部，对，大家可以最后一部跟小林 say 拜拜。真的不能得意忘形，真的很烦。我每次想要做好的时候，我就会做不好。不是，我每次都想要，我一定要表现的时候，我就会做不好，所以我真的不能要让自己稳住，不能太嗨，太嗨的时候大家又觉得太大声，就是我会，我觉得很夸张，好像有哪次是玉露一样，没有，
直播，现在在直播，我在浪 life 直播，这是我的 IG， 这是我的 IG。动作会太大，对，不好意思。稳定一点啊，小心，淡定一点，稳住啊，稳住啊。好吧，我要念排行榜。好，我知道了，就是因为我没有按，就是我刚刚没有夹好。念个排行榜，然后不要带这个了。哎，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好，来喽！我要念排行榜。谢谢大家今天来到小晴的直播，哒哒哒哒，说是一个半小时，好像已经快要播到两个小时了耶。第十名是 Stephen， 谢谢 Stephen。第九名是熊熊，谢谢熊熊。第八名是阿德，哦，阿德阿德耶。第七名是信伟耶，谢谢信伟哟。第六名是蛋挞，哦，蛋挞耶。第五名是怀怀，怀怀。第四名是综合喵喵，已经忘记日文名字叫什么，又又坤耶。第三名是 Martin， 谢谢 Martin。第二名是草莓酱，嗯，好吃。第一名是志伟，谢谢志伟，哇，谢谢志伟，谢谢大家今天来看小晴的直播耶！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事事顺利。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学业进步，工作顺利，牛年行大吉，闪亮闪亮，阿塔鲁亚瓦拉给鲁尼可尼可库，阿里嘎多哥在马西塔，阿里嘎多。有点乱，头发有点乱。喜欢我的话，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或者是留言告诉我下次想要我做什么。那我们下次，那我们下，可能是在拜年，大家给我红包呢。新年贺卡等你们哦。或者是说，大家赶快去哦，就是《够绝缘子》今天已经上线了第14集，大家记得要看，要看。我们跟 Killers， 谁是 Killers？ 赶快去看，然后看完之后留言告诉我们，告诉我们留言说你的感想。Yes， 好啦，差不多，感觉就没了。还有什么？2月4号，今天是2月4号，就是再一次谢谢大家来看我直播，然后。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给我的语言，给我的力量，给我的留言，我真的很开心。有是不是有点突然？但是我就是突然想到，就是新年贺卡，就感觉，因为其实录就是有收到大家的一些信件，就觉得你们寄来的我都有收到，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谢谢大家。对，礼物也有收到，谢谢。对，然后出道三周年快乐！哦，对，我又忘记了，其实也没有到，今天只是就是那个终审的最终日子，这样算出也不知道，但是对我来说，今天也是蛮重要的日子，因为今天。哦，等一下，我再花个五分钟好不好？我花个五分钟就讲一些小话，就是今天是终审嘛，终审我们是从
中我忘记是几点开始，然后反正一整天一整天有那个最终审查，然后晚上有一个直播，就是公布你有没有及格。然后前面我都一直很紧张，因为那天确认看老师有来，然后是第一次拿着麦克风，有点像在台上做你的个人表演，然后老师在下面看这样子。然后我选了一首我自己蛮喜那个时候很喜欢的偶像的歌，然后这记不记得这首是什么歌呢？好，没事。然后这首歌就很喜欢，然后就是当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到底想要怎么样，就自己到底想要怎么做的时候，我会回去听这首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很棒，那大家 有空也可以去看一下中文歌词这样。如果没有及格的话会怎么样？但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我算是，如果知道的人应该知道，其实我算是蛮后面倒数第三个第二个被叫到，其实基本上我已经有点小放弃了，就是我觉得感觉不会叫我，所以当我放弃不是小放弃的时候，当突然叫我，那我的情绪通常都不会来得那么快，就是我通常都是那种后面才会突然感受到，就是实感没有出来的人，比较不会马上就出实感的。我那个时候被升正式生的时候也是有点太震惊，然后回到后台就有点失控，但是在台上的时候就是还没有感受到这样子。倒数第二个嘛，然后我就比较慌一点，然后后面他讲的话我都没听到，然后就讲了一个很大的失误的话，真的不要再听我的感言，真的千万不要再听我感言，就是而且那个时候很胖很丑，但是我那个时候很努力的让自己的发型蛮好看的，可是也没有多好看，然后就是一直没有那个感觉嘛，毕竟就是好像就是一瞬间的事情，然后现在也三年了，三年好快啊，然后就觉得现在回头看的话，会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真的是什么都还不懂，然后包括怎么自己生活，什么都还没有想清楚哦，是小屁孩，这样子想，感觉我自己好像成长了蛮多，然后不要讲了，幸伟，哦，我白痴哦，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尽管今天我可能会觉得我自己，我觉得偶尔就好这种事，就是尽管我今天可能觉得自己在自己追梦的路途上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偶尔回头看看的时候，发现当初的自己真的是很青涩，然后会觉得单纯一点想的话，就觉得自己其实已经成长了不少，那看着成长的自己，然后也会想要继续好好的走下去，然后也谢谢从那时候开始就已经关注我，然后就是陪我一起走下去的大家，然后也很开心就是在三周年有大家，好，应该不是全部，但是这里面的大家一起陪我，今天我还开了直播，刚好对不起我忘记了这件事情，但是我一直觉得是2月5号，到底是为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有那么多人，可能一开始没有很多人认识我，我叫到后面有些人可能就累了，也没看下去，会吗？不知道。然后但是现在有那么多大家陪伴着我，包括我的伙伴，我的队员们，我的我们支持我们的音乐啊工作人员们姐姐们，然后还有我的家人，我的朋友，还有大家陪伴着我一起走下去，我觉得真的很幸运啊，我怎么那么幸福啊，就是谢谢你们，这样谢谢你们，真的很开心，希望未来跟你们体验更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我们这样一起就是走过了那么多的日子，或者是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希望跟大家以后再一起经历更多不一样的事情，我也会让自己继续进步，让你们觉得我是有在成长的，然后回头看的时候觉得好，三年前嘛，现在是三周年啊，然后回到三周年的时候三周年我还在讲这种废话啊，然后可能四周年的时候回头看一下三周年，我好像又成长了不少，希望大家会有跟我一样的感觉这样子，那也希望四周年的时候大家还在，我们一起走下去，开心，谢谢小晴一路走过来，不要，我觉得哪有，没有做什么事情，就是
怎么说呢？就是互相啦。可是每大家就是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无论是就是团队还是对于你们，就是可能你们会，虽然我是觉得你们根本不用谢我，根本没做什么，但是我还是很感谢你们这样子。谢谢 Rever 的掌声鼓励，谢谢大家，大家是不是送了很多掌声？不用，我要关台了，我这样要再念一次吗？但是很谢谢你们的掌声鼓励，我来念一下送掌声鼓励的人，你们真的是，谢谢开心的 Love， 谢谢蛋挞的掌声鼓励，谢谢哦，谢谢朱星丹的告白气球，谢谢 Akira 的掌声鼓励，谢谢玉超的掌声鼓励，谢谢玉超，谢谢熊熊的掌声鼓励，谢谢 Raven， 谢谢 Steven， 谢谢晚熊，一堆人送，好啦，谢谢，今天很感性吗？谢谢嘉阳的掌声鼓励，谢谢空空的掌声鼓励，哎，我要关台了，大家我要关台了，谢谢 Alco 的小龙发。发发发发发！谢谢中华妹妹的春，谢谢啊，念不完了啦！谢谢 Rever 的 Vanner 的画质精粹，郑宇，谢谢郑宇，谢谢 Martin， 最重要系感谢你三年都一直咁样努力，冇你唔会有我哋，点会咧？谢谢郑宇，谢谢小叶，好，谢谢颁奖，谢谢阿当。哎呀，谢谢你们，谢谢小易，我按到了，哈哈。好啦，我真的要走了啦，我要走了啦，大家晚安，不要再送礼物了，谢谢你们，我要关台了，真的很谢谢你们，还送礼物，谢谢你们，今天让我知道要好好对待家人，就是以你的方式吧，我觉得，也不用一定要就是觉得，就是自然的。因为毕竟家人就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然后我等一下要跟我妈说我爱你。好，我现在要说，现代人就是要多大声说出来，谁我是谁，告白叫教主，阿妈好爱你，哇！啊，就这样吧，晚安，大家晚安。谢谢你们，拜拜，拜拜。妈妈黑人问号，我觉得有点害羞，其实我有点害羞。好，没事啦，谢谢，晚安，拜拜。好看哦，现在是怎样？12点疯狂哦，12点超级疯狂。拜拜，晚安。妈妈会回吗？应该不会吧，可能会，可能睡觉。拜拜。